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城寨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睇紧嘅系城寨。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练心术啦。哇，头先长哥我已经听到出晒耳油啦，关于食生呢样嘢。但我想知道多啲咧，其实食生佢真真正正即系最大嘅好处系点样样咧？我哋头先听到，佢可能身体健康咗啦，成啦咁样，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等啲听众可以知道一下？睇下你人生追求咩咯？系啊，我同一般人嘅要求唔同啦。我自己所追求，应该最尾先讲啦。而家讲一般人嘅要求咯，想靓咯。想靚，識得每一個，我諗呢個好多聽眾都係嘅。我識得每一個食生嘅人，成功食生嗱，十個有九個係失敗嘅，咁所以先我要開班咯。成功嘅人咧，就係你睇佢比佢真實嘅年齡係爭二十年嘅，即係你睇佢三十歲啦，其實佢係五十噶啦；你睇佢四十，其實佢係六十噶啦。唔係淨係我喎嚇，咁啊嗱，我可以俾啲相大家睇嚇你啊，你睇下，你真係唔信佢原來係可以咁高齡嚇，六十歲、七十幾歲，你睇上嚟完全冇可能係咁樣樣咯嚇。咁我自己都係咯，前幾年咧，我如果講六七年前啦，佢頭髮差唔多白曬，呢個有一個大地中海係穿曬窿嘅，而家都差唔多埋口啦，即係呢度嚇。咁同埋頭髮都冇白頭髮少曬咁滯咯，基本上都望落去都似黑掹掹咁樣。係咯嚇，嗱我仲有長哥都差唔多七十歲啊，仲有三個月嚇。咁即係個個都係你睇我啲同事。最明顯就是找他兩年前上來看咯，五年前咯，他們見啲朋友個個都話：哎呀，唔見你嗰個月又後生咗啦，咁樣一路係不但只係凍齡，而且係逆齡喎。食生真係係你食得好咧，就當然有其他嘅情況配合啦。仲有一樣誇張嘅咧，就係嗱喺呢度講咧，就係冇人信嘅，就係百病早癒。即係話咧，咩病咧？你食咗生就掂噶啦喎！嗱，我隨便噏，點解會咁神奇？隨便噏幾個啦。最麻煩，而家大家都係講癌症啦嚇。嗱，咁我介紹一位先生叫 Alan Taylor 嚇。呢幅係佢幅相啦。咁咧，佢係英國工程師。佢咧長話短説啦。佢有一日七十八歲嘅時候，覺得唔舒服，就睇醫生。醫生就話：哎呀，你而家末期肝癌啦，你就得六個月啦。你咁嘅年紀咧，都冇咩可以做啦，係咪？咁咧，翻屋企休息啦。祝福你啦咁，咁佢唔想死啊嘛，人哋教佢食生，食咗生之後鬼咁精神，然後六個月翻去驗乜都冇。嗱，咁另外咧，嗱 Alan 我就唔識佢嘅，我就識呢一位 Janet 呢一位咧就係佢自己五十幾歲嘅時候咧就係生咗乳癌，咁佢又係食醫生就話咧你得六個月命，咁佢自己食生咧食咗六個月，就係不但止唔死得，而且係就係癌症冇曬。咁咧過去十幾年咧，佢周圍走去教人哋食生，成日都嚟，即係年年都嚟香港，我就邀請佢嚟咁樣啊。佢帶咗佢去大陸嗰度咧，哇！啲人一聽到佢講咧，就即刻就係跟佢食咯。咁睇住啲人好翻曬。咁呢個係最好啊！你唔好講係咯，嗱佢自己就係感染到啲人一個二個，香港都係啦。香港至少我可以隨便執五位先生小姐女士介紹你識，佢哋有見證就係佢哋有癌症就係食生食咗一陣三幾個月好翻曬喎。咁嗱你話嗱，仲有啦，我問你啦，糖尿係咪好難搞？係啊，聽落喎，即係又要成世食藥，跟住又要用機器，又要點樣養嚇，又切咁樣嚴重嘅時候。西醫都係投曬行㗎，即係佢都話冇㗎啦，即係冇可能唔走下坡㗎。係啊，嚇，即係遲啲你又會盲眼啊，遲啲又要遲一對腳啊，你坐輪椅啊咩嗰啲。但係如果你問我咧，糖尿要幾耐先醫得好咧？五分鐘，五分鐘。咁有證有據，我身邊嗰啲朋友嚇，聽咗我講，你咁樣以後咁做人咧，
五分鐘你就嗱血糖尿跌點知道啊係醫翻好先？就係、是、血糖啊嘛。係啊係啊，你驗你驗個血糖啊嘛。係啊。咁啊係咯，嗱你聽完我講，聽朝咧就係、是、啦，就你血糖又正常翻，過一個禮拜繼續正常，過一個月繼續正常，咁、嗯、咪好翻咯，唔使再食藥。嗱、啊、由而家唔使食藥噶啦，由而呢刻開始唔使食藥。糖尿咧就唔係食咩食好嘅。嗯。糖尿是不好吃什麼就吃好了、啊、即不是吃什麼是你不好吃什麼、啊、你用第二種方法吃不再令到它加速、啊、維持它的狀況、啊、你知不知道 是要戒什麼呢糖第一就是不是的、啊、不是的、啊、絕對不是的、啊啊、第一就要戒肉蛋奶即是豬牛羊雞鴨鵝為什麼是那些令到糖尿你上網查書就知道了、嗯 okay、你查資料第二呢就是、不要吃五谷五谷即是大米、小米、小麦、大麦，即是所有呢啲啊，薏米冚唪唥都唔食。哇！咁即系食生啦，吓剩翻嗰啲吓，就唔好食熟嘢，尽量唔好食熟嘢。咁咧就系糖尿即刻冇晒吓。咁、我哋都会教你，如果咁食乜啊，咁我咪教你咯吓、啊。你喺食嗱，你需要食翻啲甜嘅嘢。誒、啊，就食生果啦，就係食生果，佢甜啊，最甜嗰啲水果啊，咩咩林子啊、香蕉啊、榴莲啊、榴莲啊嗰啲咯。即係蜜瓜啊咩？即係當然啦，就係、是要你有信心，同埋你識得有個步驟啦。嗯、但係嗱、糖尿嚇咁啊，皮膚病係最麻煩係濕疹啦。濕疹我哋身邊有幾位女孩子嚇，佢、都係嗱，俾相你睇嚇、啊嗯，一食就。就佢十幾二十年做唔到人噶，所以辛苦到嚇、會爆啊，會有啲液體出嚟啊，翻唔到工見唔到人咩嗰啲，食咗、啊、生菜好翻曬。嗱咁嗱，仲有啦，精神病，即係食緊精神病藥嘅人嚇。咁嗱，而家我俾你睇啊呢位賈先生嚇，嗰、你睇下佢之前之後。他十幾年的精神病食藥食足十幾年、就是他是大陸人嚟嘅，佢唔覺意在深圳咧睇到一本書，嗰本書咧就係長哥又應該介紹俾你聽嗰本食生嗰本書啦。嗰次佢間素食店在深圳開張啦，叫我去演講，我講完之後就留低嗰本書擺喺個書架嗰度。嗰兩日佢睇到。他就即刻食生，食生就好翻曬喎，即刻唔使食藥喎，精神病喎，唔係佢一個喎，我身邊有幾個都係咁。嗱，即係隨便舉啲例啦，最麻煩嗰啲病咧，係咁食就食好咗咯。咁仲想點啫？我好似咧係一個靈丹嘅感覺嚟嘅喎。嗱，好多人都問啦。是不是真的保證吃好先？呢世界冇保證的係咁，一定冇保證咯。即係因為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必備的條件，但係唔係全部的條件。係即係咧，你除了吃得啱之外咧，你仲要嗱，你食錯咧，就係你好難好噶啦。你冇呢個效果嘅。食啱都唔保證，食啱你加埋其他嘅條件啦，就譬如咧，就係一間我又講下點樣先叫食得好咯。係你要食得好。自己生都可以食生可以食得唔好噶嘛？係嘛？係咯，梗係咯嚇。咁就係仲埋咧，其他生活嘅配合嘅。如果你成日都想死嘅，你做人冇意義，都冇咩，冇人救到你嘅喎，啱唔啱先嚇？或者你係繼續啊，係唔改你嘅生活習慣，你晚晚鬼咁夜瞓啊，又忙到死啊咁樣樣，你食乜唔食乜都係好難好噶嘛。好啦，咁啊，而家不如講下即係食得好，係咯，即係點為之好同唔好啦，即係要食得啱咯。即係我成日都話，如果你愛自己咧，你就要俾自己最好嘅嘢啦，即係食好啲啦，係嘛。同埋我哋如果自己都唔愛自己，我點可以愛人哋咧？絕對係啊，但係我哋病嘅時候最辛苦嘅唔係愛自己喎，身邊嘅人啊嘛，係嘛？為咗愛佢哋，我哋就要係食好啲啦。好啦，嗱咩叫食好啲咧？好嗱，食乜嘢唔食乜嘢係好重要嘅，呢個唔使講，即係話你如果食埋啲午餐肉啊，嗰啲就好傷噶啦，你飲埋啲可樂啊嗰啲嚇，嗰啲就好唔掂啦。嗱，呢個係咁啊，你食翻啲啱嘅嘢啦。頭先我會講啦，我食好多青色嘅蔬菜啦，即係綠葉菜啦，即係譬如芥蘭啊、菠菜啊，我食嗰啲啦。我又食好多即係甜嘅水果啊嗰啲啦。我哋都會食一啲果仁，你知係乜啦？即係杏仁啊、核桃啊、腰果啊嗰啲啦，種子啦。即是芝麻啦，大麻子、亞麻子嗰啲啦，我係食嗰啲嘢嘅。好啦，嗱咁啊就唔食嗰啲啊，食呢啲咯。但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啫。你仲要咧就係你食嘅時候
你去嗱，譬如你要揀有機最好就嚇、啊。你又要揀當做嘅嘢啦。即係呢一啲啦。嗱，呢啲係揀呢樣啊嘅問題，仲有係態度嘅問題。哦，態度。態度係更加緊要。點嘅態度？環境係咁啊，就係、是。而家啲人點食嘢嘅咧譬如我哋即係食晏咁啊，咁咧又逼咧又嘈啦，咁就嚟到咧，食完就走啦。因為你唔走唔得㗎，人哋又拱你走啊，咁樣之類啦。好急嘅，好趕嘅。係咯，趕趕翻去就開工㗎啦嘛，翻去就咁嘅繼續做嘢㗎啦嘛。一唔係咧，係好有怨氣咁食。係咯，係咯，一唔係就喺度猛咁講啦嚇，即係講是非啊，尤其係嗌殺啊，嗌政治啦。政治問題啦，維園阿伯嗰只啦嚇，或者就係好多嘢拗咯，公司裏面都好多都好多嘢拗噶，分開兩派咁，我又唔贊成呢樣，咁樣嗰樣，又要傾公事啦，我一間開會啊，我哋一路食一路度橋啦，啱唔啱先嚇？我哋要夾定乜嘢啊？嗰啲嘢，佢玩住手機啦，係啦，一來就係手機啦，第一就係手機食先，第二咧就一路咁咁食嘢噶，係啦係啦，一唔係咧，以前就夾住個電視個安老咁樣食嘢噶嘛，唔專心嘅，咪就係咯嚇，嗱食。嘢就要專心，食嘢就要靜，食嘢就唔好，就係、是、要即係要享受個嗰啲食嗰啲嘢咯。而家我哋個個都係食而不知其味，頭先食咗乜咧？嚇係啊，唔知喎嚇，講唔出噶，食散咯。即係我知道大學咧。而家校園裏面咧嚇，有一樣嘢叫頹飯，有冇聽？係啊，我知啊，係咩嚟嘅？簡簡頹飯就係、是、即係佢，你覺得兜飯啊嚇，即係佢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嘅配套，可能係兩隻蛋一個，即係幾嚿燒賣咁樣。然之後嗰堆嘢咧，你好平嘅，通常都跟住咧，你嚼完之後就算㗎啦，冇味道嘅，好難食嘅。係咯，嚇佢哋唔介意嘅，因為求其前擺個肚，因為佢即係掛住去做呢樣嗰樣，佢咪是蛋咯。最緊要平係咪？你話有兩個蛋都仲好啦，佢哋係倒嗰啲嘅汁啊，嗰啲咧辣辣嗰啲豉油嘅汁咁樣就咁食咁嚇，咁即係我哋個個咧而家咧都唔係真係享受食物咯，咁就嗱衰邊樣咧就係、是、第一就係照得唔夠。你照得唔夠咧，就出現好多問題啦。嗱、第一唔使講啦，你就知道係個胃出事啦，係嘛？個胃辛苦啊嘛。第二，你吸收唔到營養啦，因為我哋一照嘅時候咧，就即刻個大腦喺一秒鐘唔夠咧，就收到消息啦。就知道啊，我啊因為呢種咁嘅食物，我就要分泌乜嘢嘢去處理佢。咁、你食十樣嘢咧，喺好短時間之內，兩秒之內咧就有十種唔同嘅配方去搞掂佢噶嘛。如果你掛住講掛住咩，根本就咁搞骨吞嘅時候咧，就冇咗呢一種消化液啦。仲有咧就係咧需要兩樣添，你唔照咧個大腦就係唔覺得你食咗嘢噶。係，咁你咪一路咪猛咁喺度倒嘢落去，就唔覺得飽，飢餓嘅感覺，係咯，咁所以成日都食過量咯。有啲人都話點解可以食咁少嘢嚇？就算食飯都好啦，你哋嚼多幾嘢就已經臭。係啦係啦，個個都食兩碗三碗飯，點解食一碗飯就飽嘅咧？夠嘅咧，就因為你慢慢嚼啊嘛，個大腦收到唔使食咁多。仲有咧就係、是、以前我唔知噶，原來咧而家佢哋科學家研究到咧，當你照嘅時候咧，呢度係喐緊嘅，你試下你照緊嘢咧，呢個頭骨係喐噶，喐嘅咧個大腦就喺度發達，即係就喺度發育啊。咁咧，所以咧，你唔照咧，細路唔照咧，佢發育好低 B 嘅。即係原來照嘢咧係有助腦部嘅發展嘅。冇錯，絕對係。哇！呢個好新鮮，我真係唔知喎呢個。係以前我哋都唔知嘅。而家個科學家都知，你問醫生佢啊。即係一路照咧，個大腦喺度喐緊啊，就幫助你個大腦嘅運作嘅。咁啊，所以而家我哋咪衰呢樣咯。啊，仲有咧，就係掛住講嘢，就會啃親唔使講啦，係嘛？咬親條脷啊！係啦，係咯嗰啲，同埋情緒啦，即係講嘢好多時都係好多情緒㗎啦，係嘛？好激氣啊，又咩啊？好苦苦性，好驚啊，或者好猛整啊，咁嘅時候，你帶埋啲咁嘅情緒咧，個胃就唔喐㗎啦。即係我諗你都知啦，你好傷心嘅時候，或者今日嚇嚇親嘅時候咧，你係冇胃口嘅，夾硬塞嘢落去咧，係塞咗喺度嘅，係咪先？佢裏邊唔喐嘅，啊咁咯。所以你知唔知常哥點食嘢？你未嚟我屋企偷睇過你嚇。自從我食咗生之後咧，我就改為咁樣食嘢。我覺得呢個係幾終極㗎啦，即係俾我揀咧，我諗唔到更加天然嘅方法。即係你想象下，就係星星點食嘢㗎？
星星，我哋系星星嚟噶，我哋个身体坐喺地下，坐喺棵树度，然之后揾手攞，系嘛？咁啊，咁样咯，我就可以想象到呢。我写过一篇文咧，就系讲啊，向星星学习饮食嘅。我哋俾条 link 大家睇下。咁咧，至少有19样嘢咧。就是我們做錯了的，星星做對了的，那你要跟他學這樣，我們要改邪歸正，星星做的事是永遠都是對的。為什麼呢？你說這個是我進化的過程來的，我們現在說所謂文明呢就搞錯了，這樣扭曲了我們本身的，隨便說幾樣，即是你看我怎麼吃，我都未100%做到。但大部分呢這幾年呢幾年下來呢都做到了。第一我是踎到吃的。第一就是我們坐凳是非常之不天然的姿勢的。你想像一下一星星如果走入來他會不會爭凳坐先不會啦，是吧？因為他隨便找個地方踎在那裡。踎是我們自然的姿勢的。踎在這裡大便呢才通暢的，現在我們知道了。坐廁呢就是我們肚傷，所以我這麼多病都是因為現在弄了個坐廁出來。即是那些大便不夠順暢排得完的，是不是這樣的？因為我們坐在這裡大便呢就有一個位置在橫牙腸那裡，那裡就吸住了就不通的，就硬硬擠住了壓住了一些位置的。當你踎在那裡，你被迫那裡是拉開的，這樣。還有現在生仔都一樣，即是分娩，分娩為什麼要踎在那裡生，就是這個是天然的地心吸力就生出來，現在經常都要剖腹，就是因為你打橫生，你向反地心吸力這樣壓它出來，那你會不會填它出來，是吧？原來是這樣的，真是打開眼界。除了踎在那裡之外還有什麼？就第二就是自己吃東西，就絕對不講嘢，即係自己喺，即係有個空間俾自己獨自獨處咁樣食嘅，靜靜喺度食嘢，唔講嘢，唔諗嘢，諗嘢好難啦嚇，盡量唔諗啦，即係冇人嬲我飲嘢先啦。嗱，因為如果我同你食飯咧。即係除非你忍唔住都會講下嘢噶嘛，即係除非係兩口子好熟啊，或者我哋好合作啊。我都厭啊！如果唔係，我都好多嘢講啊。阿陳日點啊？咩之類，一間好唔好啊？咩之類嚇？你仲爭我咩喎？即係一路講嘅時候咧，一路呢度係轉緊嘅，一路個左腦喺度啦啦啦，咁咪唔消化咯，咁你咪食唔到咩味道咯，係嘛？好像你說夾針條脷，所以咧我就會係踎喺度一個人，我的條件好一點，我對著海啦，或者對著一棵樹啦，對著天啦，這樣很靜地吃啦。還有就是呢，我是用手吃東西的。你說吃火龍果是用手吃啦，吃木瓜用手吃，吃菠蘿就用切下它，就不會用刀叉羹。是啊，我有些印象，我見過幾次呢，有時入 cam 啊，咁樣長哥會帶很多生果嚟噶嘛，都真的好像冇乜見過你用其他嘅工具。咁用手食好多原因嘅，今日啊冇時間講咧，你哋上堂咧，慢慢有同手療有關有排啊，解俾你聽咯嚇。咁咧就係、是我想最重要咧就係咧餓咗先至食，不餓不食。現在我們不是的嘛，我們一日三餐到時到後就要吃，第一到時到後沒有事的，你的 lunch break 只有一個小時，一點至兩點，你肚餓就要吃，不肚餓就要吃，第二你要陪人吃，是吧？不陪人吃晏是很大鑊的，啲同事傾了很多嘢啊，咁樣一間兩點你開會，人哋喺食晏時候已經定曬嗰啲嘢，你唔陪佢哋食咧，你唔在場咧，你知啦嚇，喺辦公室政治生存嘅，好似必須做事。係咯，我曾經似乎我知道要陪人食嘢啦，食晏啦，即係你冇冇辦法過，你朝頭早7:30出門，咁你就朝頭早就係肚，我又好食，唔餓你都要啃埋佢先至好坐出街啦，係咪啊？即係咁樣樣咯。嗱，夜晚啦，老婆煮咗啦，7:00開飯啦，咁你啊？有一日肚餓，有一日唔肚餓噶嘛？唔肚餓你都要坐喺度食噶，你唔可以話你哋食先，我8:09食啦咁樣樣，咁啊衰啫，係嘛？或者我今日都冇胃口唔食咯，咁咁又唔好，你都要坐喺度，係嘛？即係變咗咧，我哋係唔餓都食。仲有一樣更加慘就係咧，你明明好飽噶啦，你飽到10%噶啦，但係而家又出個甜品咧，再出兩個甜品咧，哇嚇咁你就忍唔住就食到11%飽。係，係咪先？係啊，即係你係受咗啲香味或者咩其他嘅引誘咁樣樣，變咗就係
餓又食，唔餓都食。我哋唔餓嗰時候食咧，個胃又消化得唔好嘅。譬如呢一啲啦嚇，仲有咧就係要慢慢照，慢慢食，心情靚。即係所以咧，我哋係有一啲原則。你好蠶食嘅感覺。咪係咯，係咯，啊！即係話嗱，聽住咯嚇，時間唔夠就唔好食。即係趕時間唔好食，呢個我做唔到嚇，因為難少少嘅。但係其實你為身體好啦，寧願唔好食，寧願唔好食。係嘛？係啊，如果我要得六分半鐘，係都要拍下埋個飯盒啊嗰啲咯嚇，心情唔靚唔好食。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噶嘛，好難喎。係啦，嗱，我心情好嘅，心情唔靚就走去食嘢噶嘛啲人。我哋而家咪係咯，心情最差嘅時候就去食食食，嗱呢個就好傷，因為佢唔消化。嚇誒，同埋食咗落去都係一啲唔好嘅感受，係咯，即係俾咗一啲唔好嘅感受落。心情開心嘅時候又食喎，係咁咪食啊，咪食過量咯。啊，不過咁講翻轉頭，其實咧心情唔好咧。有時食翻一啲開心嘅嘢咧，係真係會令我哋開心。呢個係有好處嘅。絕對係啊！不過其實咧係你令到個身體傷啊。嗯。啊，咁咧仲有環境唔好就唔好食，即係呢度啊坑渠水好臭啊。係。或者好逼啊、嘈啊咩咁樣咧。辛苦咁樣。舉一個例啊，十幾年前我睇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報告啦，即係實驗報告。係。佢就話咧喺70分貝以上嘅環境下進食。那個研究就味精咧就會有殺傷力啦，特別大。係啊，如果周圍好靜咧，得40分貝咧，就味精嘅殺傷力就好細。咁我嗰陣時就唔明啦，嗱你諗都諗唔到，從聲浪有幾嘈？係啊係啊係啊！同嗰個味精嘅嗰個吸收度係咯。點解會有分別咧？我原來咧就係咧嗱，70分貝係有幾嘈先，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一張圓台八個人，你都要大聲啲嗌過去嘅。我飲春茶都係啦，係嘛？即係嗰啲咧就七十幾分貝啦，啊，即係咁咯。即係周圍好嘈嘅環境，即係而家我哋酒樓嗰啲咁咧，就係香港好典型嘅酒樓嗰啲環境，周圍都嘈噶啦嚇。咁咧就食落去咧就冇益嘅，就係因為咧我哋情愛緊張啊。但喺嗰啲環境之下咧，你一定緊張嘅，你好難放鬆。你一緊張嘅時候咧，嚇咁你咪分泌好多嗰啲壓力嘅荷爾蒙咯，嚇嗰啲激素啊，咩腎上腺素啊咁嘅嘢啦。咁你咪係本來百毒不侵嘅，而家咧就中招啦。即係咁啫嘛，嗱咁啊，所以咧環境係好緊要啊，即係我哋都知嘅，嗱點曬蠟燭啊，或者喺呢度周圍好風景啊，咁食得開心，係咪先？但係我哋而家冇辦法啦，幾差環境都要食，有時好逼，有時好臭，有時好甚至乎你話去辦公室嗰啲人啦，係咪？你日日都要出街食飯，係咯，佢根本都控制唔到，應酬又係咁樣樣嚇，即係所以其實佢哋都唔容易嘅喎。唔出街食飯一樣啫，你喺個 workstation 嗰度。你已經對咗佢要七個鐘啦，你仲喺度扒飯啦，食下，咁樣食，嗰啲環境又唔好咯，係嘛？冇得放鬆個心情，冇得轉換啊！咁咧就係好攰嘅時候唔好食，呢個我又做唔到。好攰嘅時候都要食㗎，唔食咪肚餓咯。我如果我而家唔食，一間咪好餓嘅時候，我點 perform 喎？係咪先？嗱，呢個我又做唔到啦。另外咧就係好難消化嘅唔好食。但係我哋而家又唔係咧，我哋胃食啊嘛，係啦嚇，有啲嘢明明難消化都照啃，咁樣樣咯，就係能量差嘅唔好食。嗱，好多人都唔明嘅。咩叫能量差咧？安靜，我問過你，你問你先，你有冇試過嗱出完街食飯啦，譬如去茶餐廳或者係酒樓，或者係快餐店，食完嗰餐咧，硬係好唔舒服嘅。嗰種唔舒服嗱，點樣唔舒服法咧？就係好鬼攰嘅，就唔係好似行完山擔完泥嗰種攰喎，係攰得好負盛咁想死，好猛，好唔舒，好唔開心嘅，攰賴賴啊，即係唔想做人嗰只，有冇試過？會啊，有啊，即係譬如話係好多時，譬如話我哋去茶餐廳咁樣去食啲嘢啦嚇，我睇下先，等我諗一諗先啊。我喺附近咧，屋企附近咧，咁有啲茶餐廳，咁好多人嘅，經常都好多人嘅。咁咧嗰啲侍應咧，其實咧永遠都係嗰啲面口咧都好差嘅，嚇咁都唔緊要，即係有時你都係為咗要填飽個肚咁樣去食啲嘢啦。但係食完之後咧，其實
嚇你話齋真係，你覺得好 heavy 啊！即係覺得我明明我都係揀緊一樣嘅，我覺得幾健康嘅食物去食啦，但係唔知點解咧，食首先好得意嘅，我食嗰嚿嘢咧，你會覺得難食嘅。就算個味道啊，我唔知道那個感覺嚟啊，難食係一種感覺，唔係嗰種味道嚟啊。首先你覺得難食咯，吞落去你都辛苦啦。然之後咧，學你話齋翻到去咧，即係你好似食咗啲唔應該食嘅嘢落肚咁樣嘅一種嘅感覺咯。即係我唔知呢種又唔係長哥所講，即係我哋即係嗰個負能量食咗落肚嘅感覺。頭先你話唔知點解啊？咁我諗我而家可以知道點解咯，就係分分鐘咧。跟你炒三絲牛河或者什麼那個哥哥呢就昨晚輸了馬，或者呢拎杯凍檸茶給你那個阿嬸呢跟老公嗌完交，他那些負能量呢就透過這些食物去你那裡，那你就收了他那些不開心 的訊息。很多人不相信這些東西，其實現在呢已經是有根有據可以查得到的了，即是我們搞身心靈這些人呢很多都即是感覺到或者什麼，甚至我們公司呢就是買了一台機器呢是很棒的，以為立刻測到你的七輪 的比例的，即是那些那些我們就收了這些能量，所以吃東西要選能量好，餐廳很重要啊，很多人不知道，譬如你現在吃你去買一隻蕉來吃，你吃的是一隻蕉，那個蕉是一些有化學的物質，裡面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碳水化合物什麼之類，但是它有能量的，能量是什麼呢？你是吃那棵蕉樹種出來的時候，是的，你是吃那棵蕉樹的環境，包括是那個隱運輸，是的，那些雀仔、那些蟲蟲、泥土裡面的那些微生物、那些落過來的雨水，還有就是種蕉那個老闆和工人有沒有衛生等等等等，還有他運過來的時候和你抬這些蕉的時候，那個人有沒有負能量，我們在吃那麼多東西，現在我們不理的，根本我想理都沒得理，你怎麼知道這個招怎麼理的，但其實是知道的，其實我們一來感覺到，我們可以用方法的嘛，歐環測試啊、靈擺啊那些，其實那些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要知道這些這樣的東西，譬如你種提子、種香蕉是有多少冤孽在這裡、你買那些就是很多冤孽的，為什麼會是冤孽呢？譬如長哥呢，我很記得1992年，而家講廿幾年前啦，就係突然間咧，就有美國有幾個工人代表咧嚟到香港，嚇咁咧就佢嚟提出一個運動咧，就係、是、叫人哋 no grapes， 唔好食提子。哦、但係佢哋仲提子工人嚟嘅喎，佢哋工會嘅領袖嚟嘅喎。哦，咁複雜啊！咁喺呢個咧時刻，我哋就賣個關子先。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聽長哥講啊，究竟當中嗰個因緣係啲乜嘢？點解佢叫我哋唔好食提子？點解我唔食啊？好，我哋轉頭翻嚟嚇。142年，清道光22年。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我張王，我陳仁啟，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尋找本土歷史意義。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